嗨，你好。你今天怎么样呢？你的？医师，我的背后呢，最近就紧啊，还有一点点腰啊，就很紧绷啊，就活动起来很不顺畅，这样子。嗯，对。你是不是很晚睡啊？嗯，是，最近是很晚睡。嗯，是不是很晚冲凉啊？嗯，没有错。嗯，然后有喝冷的吗？冷水啊，冷饮啊。经常都有喝冷水。经常都有喝冷水哦。这样吧，我帮你做一个拔罐好不好？可以。嗯，我给你做一个拔罐，它可以给你清热，可以祛湿，也可以排毒。好。好，你有做过拔罐吗？嗯，是没有做过拔罐。嗯，这样我帮你做，你别紧张哦。OK， 来，我们开始哦。OK， 好了，我们做完了。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有一点点痛，可是还可以。还可以忍哦。这样我们会用10分钟。嗯。我们需要10分钟。嗯。可以，10分钟后我会把你取关。如果你中间有什么不舒服，你可以告诉我。OK。嗯。Okay.正好我们的时间到了 ，OK， 嗯，现在我会把你出关，好，一个一个取出来哦 ，OK。看一下啊 ，OK， 你的现在呢，看到你的皮肤呢有深色和浅色，像这种深色的比较带黑的，哦，这一种呢就是你里面的湿气很重，所以你的手也是很累的，我相信。然后你的肩膀哦，这个是一般的深色，然后这个红色，然后这个是浅的。Okay. 浅的呢，我们就说你这里的湿气比较少咯，这种越深越红的呢，就是你的湿气在这边，嗯，一般上会在这个关节地方，因为它的湿气会比较重咯，像这边它平面的地方会比较少，像下面腰这边，下面腰这边的这六粒的颜色就比较浅咯，意思就是说它的湿气没有那么重。 okay. 嗯，好，所以这个拔罐我们做完了。OK，嗯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你。